防弹少年团日前宣布暂缓团体活动，七位团员将专注在个人演艺发展中，而成员 J-Hope 率先释出 solo 专辑，队长 RM 也紧接在后，以专辑 Indigo 再次轰炸世界乐坛。正当粉丝们都好奇下一位 solo 的成员， BTS 官方频道突然释出二哥 Suga 的舞蹈练习影片，让粉丝们惊讶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不过这次要让期待 Suga 个人活动的粉丝们先稍等一下啦，这系列影片将是 Suga 的个人舞蹈学习记录，他特别请来舞蹈老师从头开始学起。不过整整12年没接触基础课程， Suga 显得有点僵硬生疏，他也忍不住调侃自己好像练习生。처음연습생들어왔을때수유랑이처음줘없는데시카를팔을이렇게하고있어看着 Suga 可爱的迷之抖动，老师们也忍不住大爆笑。不过他可不气馁，扬言5年后要跳得像 Bruno Mars。最后他也解释到，自己到了将近30岁才突然有学习的动机，趁着今年稍微减少的行程空档，重拾钢琴、吉他和舞蹈，就连日文、英文也都慢慢在学习中。也把这些当成自己人生最后的学习，就算已经是世界级明星，仍然在努力充实自己，让粉丝们都感叹不愧是人生导师敏 Suga。 也希望其他成员们都能好好享受这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啊。